我跟你说，你这池子吧，刷的干净，水放的干净。我不刷我，这我从哪儿了？这得动。就以前的澡堂，我洗完回家就咬身上。那你愿意洗，咱从来都没说。我在你这洗澡，从来就身上不咬过。我这为啥我干净？我这天天我我天天刷呀。就是啊，我说就水好。嗯。有一个吧。嗯，有一个。水好。啊，就别的不。大澡堂子，你看一看能看到底儿，你看那水好。水不水不好。水都能看到底儿。他那个整的都半个月二十天，白水或者他给你那个。我们这里的这个里头就洗澡这个喷头，就差不多就是刷牙干啥的，喝都一样。我们喝这个也是这一个管道下来的。25号真关啊，我不干了，他干不干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洗澡就不方便了，不知道他干不干我不知道。嗯，反正我不干了。来，大哥。进去了啊？谁？他。他进去了。现在算计是六个。我洗洗锅，好。那几天？还有，不算几天，还有一天半。哼。多泡一会儿啊。先洗，现在才几点？才20呢。洗洗啊，再洗一回吧。我洗啥？我才鸡巴洗几天，我还洗。最后一天了，不洗洗啊？以后洗澡就没了。嗯，洗澡就没了。没有拉倒的。我说你们能干啥？谁家里谁要洗，谁过来赶紧洗。我说的意思，赶紧洗完了，要不就没有了。完了，你听几个？又和我儿子，就你俩。搓澡工走了，搓澡工挣的钱少。昨天我和我儿子才搓了11个人。嗯。也，比如说你干搓澡工，你能干吗？嗯。这个一天挣50-60块钱，40-50块钱，你看看。还有几天？今天23号、24号、25号，还得干不起啊！这个为啥？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那么多人。哎，走过这个花莲是30000多人，现在还有1万来人，1万多人。哇，你这个水箱，你家现在就在当不起的牛皮荒那的。完了，他说你们怎么建一个这房子？俺这两天，俺家都费多少口舌、啊？你看这片儿，当时我退人都来退来了，一退他那片儿，我能听吗？哎呀妈，费老多口舌了。完，我感觉这行挺高尚，过去讲就是下九流。你啥带给别人快乐？人家点点你洗完吃完之后，人家高高兴兴的走，咱心情就特别好。起码来讲，在浴室里头，我就感觉就像我的天地一样。都白了，走吧，谢谢。哎，慢着啊。哎，慢着啊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好点。有缘再见。
哎，好了，到时候你要干嘛看那龙，干嘛看那太早了。到时候完了再告好了。哎，慢走啊。你这一天不干的哈，这一天不干活的，你老太太和姑娘来洗澡，你也抽烟给买两盒，买两盒好用，给你两盒。完又给送奶的，送水果的，哎呀，啥人都有，都舍不得，都老太都哭了，你这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知道吧？哎呦，都不好意思，舍不得你走啊，我说那没办法。我都能干。问题咱家老头儿胡了吧肚子，妈咱烧不好，再骂人别人，他俩鸡巴打我，咋让呜嗷嗷骂，没法开门了。哎，快拉倒吧，哎呀，快拉倒。这事儿我们指定是办。知道。嗯。俺们不能那啥样，那跟你们是跟你们。你看我家那个，我家什么对，你家都贴出来了，告诉他家也没有啊。话你哪个澡堂子不干了？说过呀。一天都抽一个到两个，谁来呀？这个人家我在这卖布片，我知道。那一天你猜多少钱？一天二十来个，那是都是最多的，十来个八九个，十来个八九个。啊啊，不要了。那刚贴两个呢。还得还要贴？贴多少？就贴这点啊？那要贴多少？怎么也得一倍吧？啊，嗯。再来一倍。哎，又下了，这回得一百二十分了。今天一百二十分。现在闯上了哈。嗯。完了，前这想吃了。嗯。他那是多少？这给你忘了。我那天说他没有，哎，我在锅炉房，哎，免得锅炉房，我还没有，把帽子兜上。我来过，要过一回家。你呗，你就实在看病，实在看病。实在看病，谁有病哈？这个，我先给你们过去。来，稍微马上，咱指的是咱指的。有一个零钱支付，你把这点儿呢，你搞清楚是中午。我这里头还有钱，俺家姑娘说。有来告别的吗？告什么别？没告别。那不告别，临走前再送一个片儿。有来告别的，就是没什么告别的。结业了，就是这个是最后一天，这个澡堂子就最后一天了。你看这蜡就得上东头洗了。哎，他妈给咱俩上市里洗去吗？也是不是？他上市里。来不行，来一道。谁说的？东门宾馆呐？是，我一进堂应该十块钱，对吧？十五吧。十块钱，十块吗？人家保底多销，他买联票了都。不，我才说了，是吧？现在都涨价了，是吧？涨了哈。涨了，涨了。啊，嗯。就咱这，就是这个，啊，就是这么大的浴池，嗯，都十四。啊啊！搓澡十五，啊啊，全部涨价了。那岁数大不让进是吗？滚，很难呀，有人陪的。你得有人陪的吧？那人陪怎么回事？那人都不搁家，谁陪着啊？你说那玩意儿？没告诉，这不还是有人陪着吗？你得跟着是，像你这样他还行。看着还行。他事儿没。看着还行也没用。嗯。看着行没用。不，他出事儿。啊，人家出事儿。不，他家还行。等到期了，他家马上也到期。他家马上到期，也都怕出事儿。出了一把事儿，他就完蛋。他去年都不想干了。去年的房都是危房呢。我这腿那年就疫情了，就是整个大盆，他们这个大盆里洗。哎呀，大盆装点水，坐着转圈转也坐不下，这腿弯不过来呀，你怎么坐呀？哎呀，转圈也坐不下来，干脆端出去，别洗了，就这么。看错了。是吗？这不也是十个吗？你刚才说这个。差九个，我说差九个，我就不要那个了。你拿去。四、六、拿吧。哪儿好这个？没有好的。你抽哪个？你抽中华还是云烟还是黄山？你要中华吧。这个给你。啥呀？走兜子，装那一块儿。真对，你装一块儿。先装了，你把那袋打开，先装。你先装里头。到时候你要
哎，吃饭也能干啥，刷牙干啥的都有，在这里都放这里。哎呀，没的，跟咱有啥关系？咱管那事儿。刚才说让几号车联系他，三号警车后边六号警车。还问那个什么玩意儿呢？他问洗澡呢，我说得出去。这个车啊，这车跟着走。然后还有啥？没啥。装。你是老二。